通知其他余党组，全部撤回来，在上官副市长公寓周围十里之内给我严密搜查。乐局长，在接到季默秘书电话的时候，你已经下达过这条命令了。冷静，其实以上官的功夫，他虽然没有开车，但他未必在家附近方圆十里之内，不然他的出现就再次消失了。 完全没有征兆，完全没有线索，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他。从昨天上官消失起，这整件事情就非常蹊跷。上官这样的功夫，绑架者是如何做到不留痕迹的把他带离现场？而到现在为止，另外一位神秘人物都还没出现。胖子，联系刘丽，马上报告他的行动位置。 去他的别墅碰碰运气，因为别墅在郊外，上官肯定认为那块比较安全，没准儿真的可以在那里躲到他们俩。派人去别墅？对，马上成立一特别组，赶赴别墅围堵。冷静，那是副市长的府邸，而我们手上连一份正式的搜查令都没有。外面天已经黑了，入夜了之后查找起来更麻烦。我们不去我们熟悉的地方围堵，碰碰运气。 那你说，我们上什么地方找这两个人？我依然觉得不妥，这么做风险实在是太大了。秦朗，我们现在必须得实实在在做点什么，让这个风暴事情停下来。从上官一失踪开始，我们整个内卫局跟傻了一样，备受无形的手牵着鼻子走。上官怎么失踪的？怎么出现的？为什么又消失了？谁绑架了他？ 发生了什么？江城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总要抓到中间的一个环节，找出一个人来问清楚到底发生什么吧。还有琉璃，你难道就不担心他的安危吗？好，我决定亲自带队。胖子，呼叫韩叔、乐宁，马上带他们的两个搜查小组回内卫局。好。 去那边，你们跟我过来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你失踪那么久，到底去哪儿了？ 我问你啊，江晨是不是跟你在一起？你回答我，你到底……我求求你了，你什么都不要说好不好？明天你会得到一切的答案。今天晚上，就让我点安静的陪着你，行吗？ 副市长，没有发现，这边也没发现。 看来上官不在别墅，通知韩叔和乐宁收队。是。
蛋，究竟去什么地方了、啊？王局长，那我把秦朗那边信号给他切断了吧。冷局长，警察局接到报案，说是一辆黑色轿车撞完之后离去，尾号是517，现在正往北平方向驶去。跟踪江城的时候，看他上过一辆尾号517的黑色轿车。所有人听令，马上通知附近的行动组成员，全力追踪这辆尾号517的黑色轿车。是。让你留下，你怕出事儿；现在让你离开天津了，又舍不得了。我刚才没撞上刘振康，以后我会死。他死没死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如果在天亮前赶不到通州省，我们两个肯定就会死。不会的，高元清答应过我，会保我平安的。别高兴得太早。难道你真的以为那个内务局是素的？
是秦朗。是我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一家酒店。昨天晚上我和组员在搜查的时候。你放心吧，他们两个都已经回来了。整个过程我们都知道，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你的情况。那就好。那要不要我开车过来接你，顺便带个早饭？不用。你听起来语气很轻松啊，怎么，搜查结束了吗？真是峰回路转，一夜间什么都水落石出了。我告诉你，你都不信。怎么了？我们抓住江城了，而且他什么都认了，包括把炸弹交给黄一山，逼迫他到内卫局引爆，传递翁瑞石发现项链内追踪器的消息给高权，致使翁瑞石被灭口，把两名青鹰报社社长引出书局，让杀手射杀他们。还有啊，假借约见龙将军的机会，引上官到近郊，让他被高权派出的两个死士绑架。他除了不承认给季茂纯打过电话，其他的所有的所有他都承认了。刘丽，他就是潘多拉，我们抓住潘多拉了。真的是江晨？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啊，怎么一时间棘手的案子变得这么顺利了？哎呀，所以说人是生物界最矛盾的动物，这个问题解决了还觉得不舒坦，这不自找麻烦吗？看了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我好像不认识先生你。我叫孙学义，是北平总部特派调查员。孙特派员，是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吗？算是吧。我需要你配合，交代清楚你的身世。请跟我来。告诉我一个你的秘密，不就扯平了吗？你知道我不是天津人。嗯。我从小在奉天长大。我是一个孤儿，收留我的养父叫武德让，他效力于张大帅部。那他是张大帅的特务。那你？我是从他们那儿逃出来的。我还记得那一天，我放学回家，偷听到武德让和一个男人正在讨论怎么组织暗杀活动。他们聊着聊着，就突然讲到要把我送给那个男人，我当时害怕极了，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，奋力反抗，不让他们抓到我。我甚至打破了玻璃，狠狠地捅进那个男人的肚子，我满手都是血，我到现在都能记得玻璃捅进肉里的声音是怎么样的。好了好了，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。忘了他吧。你是五年前天津军校毕业的，并且还被招募进内卫局，对吧？对。所以你应该清楚，凡是内卫局情报系统的特工人员，
他的家世、背景，必须是清白的。知道。可是你的养父武德让是张大帅部的特务，你们曾经在一起生活了8年，你知道他是特务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当初你为什么还同意被招募？你进入内卫局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该有什么目的啊？刘林，端正你的态度。我现在是代表吴大总统在审问你进入内卫局的目的。你现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你这种隐瞒和欺骗吴大总统的行为是严重的错误。对，是错误。从我逃离武家的第一天起就是错误。你在审讯室晕倒了，不记得了吗？我到宁院都不记得了。医生说你摔倒的时候后脑受到了震动，有轻微脑震荡。而且你身体这么虚弱，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，调理调理。我的案子，巡查员怎么说的？你这家伙，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说一下。早知道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规避审查嘛。我被停止审查了。你不说，我自己去问。你被内卫局除名了。很好。是我自作自受，自己要告诉他我的身世的。琉璃，你一直爱着上官对吗？我要去问他，你干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他为什么要毁了我？我要去找他。你冷静一点，你必须要冷静下来。放开我！琉璃，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内卫局。不能这样激动。这样会影响你脑中的血块。医生，什么血块？上次飞机坠落时，他头部受到撞击，形成了血块，现在已经压迫了中枢神经，情况很不乐观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咬破了静脉，流了那么多的血，居然还没死。因为我输血救了，所以你现在身体里面流淌着我的血。是我自己昨晚没睡好。那准备一下吧，贷款签约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好，走吧。副市长。哎，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上官副市长非常忙，他没有空为了你的事儿浪费时间。上官副市长，我知道在我执勤的时候害您受了伤，是我失职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失去这份工作。我想求您跟郭主任说一声，您的一句话比我求他一年都管用。你站在外面等多久了？从你当上副市长那天起，他就天天在外边等，没想到今天居然闯进来了。有些事啊，一旦超出能力之外，真的就只能祈求老天保佑了。副市长，您的话引人不明白。保卫局既然不要你，从今天开始跟着我，做我保镖吧。
市长都发话了，你还站这干嘛？还不跟二影子当差？哦，哦，琉璃，我决定了，我要跟你结婚，我要照顾你一辈子。你别开玩笑了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只要你点个头就可以了，我们不做这个手术。我不管病情恶化成什么样子，你知道我是可以做到的。我已经决定了接受开颅手术。可是只有20%的存活率，你也接受？我别无选择。当然有，我们可以保持原状。医生不是说了吗？或许药物能够控制。琉璃，我不能接受手术的失败。好歹现在你活生生的在我面前，就算以后你真的瞎了、残了、废了，都有我在，其他的我都不在乎。我在乎，我不能那样活着，我宁愿死。没见他这么消极过。当然了，组长一直那么用心工作，到头来就换得如此下场，总局的决定也太让人寒心了。嘘，你说话小声一点，别让组长听到，免得他心里又难过。钱副局长，我知道组长不缺这个，但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，请你一定要替他收下。四个呢，还有一个是顾思昭的。我替琉璃谢谢你们。钱副局长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必须得回去了，我们走吧。喂，胖子。啊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下班就过去。今晚第二次提审江城，我得回内卫局，你晚上过来吧。他眼睛看不清楚，身边离不开人。啊，什么？喂喂喂！你给没给季墨春打过电话？没有。看来你休息的还不够好啊！啊！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说说高权吧，他怎么跟你联系的？我从来不联系他。从来都不联系他，都是他联系我的，都是他联系我。他让我每隔两天去一次营租界，热心的房子。如果第二天有任务，左丹就会出现在房子里，他会告诉我具体要做什么。那么高权绑架上官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告诉我原因。每次我执行完命令，如果结果显而易见，我都是最后才知道原因。就像
暗杀那两名当时的社长爷。尹上官副市长到近郊的任务，他也是这么布置给你的？是是。那为什么近郊现场没有任何打斗痕迹？高权用什么方法带走上官的？一张照片，高权派来接应的人出示了一张照片给上官看，上官看完很愤怒，那个人不知道跟上官说了什么，上官就跟他们走了。什么照片？一张很旧的老照片。 我当时离他又太远，天色又晚，暂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。那张老照片就是破绽。怎么说？上官一向内敛，身边很少会保留具有纪念意义的东西。我跟他在军校相识那么多年，唯一见过的一张就是他在周岁的时候和他父母的一张全家福。如果说一张老照片能够引起他的愤怒，我只能想到这个。可是一张29年前的全家福，高权是怎么得到？关于上官被绑架的案件，我们为什么不申请叫他下来做一份详细的口供？他回来当天交代太简单了，有好几个环节我都想再问问清楚。申请了，任市长已经给驳回了。哎，你相不相信江城就是潘多拉？为什么不信？秦老，我怎么觉着你对江城的案子一点都不上心啊？我现在可是在跟你讨论的是潘多拉专案。老实说，我对上官的案子更感兴趣。他为什么突然揭发琉璃的身世，趁看守不备安全逃脱，回来却什么都不说，威胁琉璃一整夜，第二天就把他出卖给了总部调查组？真的像他所说那样，琉璃是行政系统的内奸？你不觉得不符合情理吗？还有，高权花心思绑架他，他一定见过高权。高权跟他谈了什么？高权的目的又是什么？这一切都是他应该交代清楚的。咱们现在都冷静一些。我也知道现在情况盘根错节，琉璃的离开我也很惋惜。但是案子阻碍就放在我们面前，抱怨是没有用的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找到一个突破口。上官就是这个突破口。可是上官现在是副市长了。一旦政府的贷款案下来，他牵头的所有项目就会启动。林市长认为这一切比查出个内奸更为重要，所以啊，钱老，你现实一点吧。现在握在我们手里的唯一突破口就是江城。他不是在你手里吗？那就接着审呗。他手术的裴英，那个胖胖的不是她丈夫吗？今天中午他签的同意开颅手术的。见鬼！需要你配合，交代清楚你的身世。
在一起，就只是为了执行公务罪吗？我没有。没有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啊，他这是潜意识的反应，可能是疼的，没关系。你凭什么签字？谁让你签这个字的？他来找我帮忙，我要是不答应，他就不吃不喝。秦朗，他有多倔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，难道让我陪他死吗？手术万一失败了呢？你要怎么赔我一个琉璃呀？到今天晚上宴会之前，政府贷款也算是尘埃落定了，这下你也该轻松一点了吧？算是吧。你的这种行为是对长官的不敬啊！始乱终弃，揭人隐私的卑鄙小人，也配别人敬吗？长官副市长做事光明磊落，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光明磊落，上官雨珀，你敢告诉这个一直忠于你的傻小子，你是怎么对琉璃的？你敢吗？上官夫人，她怎么了？李渊，琉璃不是上官夫人，你眼前的寂寞小姐才是，不要乱说话。哦，上官夫人，多好听的称呼，我真替琉璃不值。推翻自己的执着去相信你，换来的是出卖跟毁灭。以他这样的身世呢，就算我不揭发他，别人也会揭发的。更何况，他信任过我吗？你们不是从我回到天津的第一天就一直在监视我吗？上官玉珀，像你这种人，永远都得不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。你们冷血动物，是不配有爱情的。秦副局长，他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琉璃主动靠近我，就是为了监视我。那，你为什么还要揭发琉璃啊？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间谍，你认为他这样还能留在内卫局吗？金墨，你不必多疑。我们两个经历了那么多，现在还能在一起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对你的。怎么样，这几天跟踪冷剑有什么发现吗？冷剑啊，正常吧，每天都在接触一些政要人物。哦，对，名单跟地点我都放在袋子里了。
私人时间呢，他都做什么？打拳、健身，跟法租界巴黎春天的一个舞女成天混在一起，还帮他打过架。什么样的舞女？挺性感的。你怎么了？很少看到你这个样子说话呀。我有时候在想，为什么一个我认识这么多年的朋友，突然间变得让我不认识了？你是在替琉璃质问我是吗？不光琉璃，我自己也很想知道，你在被关押的期间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让我觉得你如此陌生。我还能经历什么呀？毒打、逼问贷款的事情，这些我不都交代过了吗？可就算是江城把你带到了近郊，以你的身手，不可能束手就擒吧？是齐亮让你问我这些的吧？我是你的兄弟，我不愿意每天我的耳朵边都环绕的是质疑你的声音。是我自己跟他们走的。为什么？求生欲望。二十几把枪突然从四面八方指着我，当时我正在换车胎，除了一手油我什么都没有。如果我不跟他们走的话，你们在车边找到的就是我的尸体。那照片呢？什么照片？江城交代说他们拿了一张老照片出来，你就跟他们走了。你不是说江城是内奸，他的话你为什么要相信呢？也就是说你不同意修葺万国桥，他们就把你关押起来，你再想办法逃了出来是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的守卫不是很严密，逃出来之后我已经反复的确认过，没有人跟踪我才回家的。回到家里面你又是砸东西又是咆哮，情绪很不稳定，后来还出去拦截琉璃。在我已经成为天津副市长的今天还被绑架还要逃跑，你不觉得我总要找一个方式来发泄一下我的心情吗？就只是发泄心情？那我该怎么做？痛心疾首，悔不当初。老艾啊，当我知道他接近我是为了监视我调查我的时候，你能明白我的感受吗？我捧出一颗真心换来的却是猜疑，那种真心被踩在脚下的感觉你懂吗？你为了报复才揭发了他的身世？没错，他不是热爱他的工作吗？事情怎么会闹成这样？上官，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琉璃，他没那么坏，他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有城府，他只是对于事情太过执着，包括感情。好吧，事情到了现在我也没必要解释了，就这样吧。他怎么了？他生病了，病得很严重，身体状况很不好。嗯，你的报复成功了。你是怪我太狠心了是吗？其实感情的事情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，别人都没有资格妄加评论。有些事可能一开始就已经错了。左转第四间就是。谢谢。怎么又穿上制服了？我现在在市府工作，是林市长亲自来找我的。你不是喜欢无拘无束、栽花弄草的生活吗？是啊，我在想，也许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吧。可是现在我进了市府，他却不在了。命运真是个挺奇怪的东西。哎，他现在怎么样？跟我过来吧。
经不像我认识的琉璃了。这次的打击对他而言太大了，他同时失去了三样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我真的不明白上官为什么那么恨他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又怎样？当初他使用的方法确实错了，我就应该不顾一切的去制止他。让我保留这个小小